当草坪上出现了火球子弹组成的梅姨猫，卷心菜子弹组成的梅姨猫，包子子弹组成的梅姨猫，西瓜子弹组成的梅姨猫，黄油子弹组成的梅姨猫，滚滚篮球组成的梅姨猫，大型玉米粒组成的梅姨猫和玉米大炮组成的梅姨猫。面对一个150000血量的小黑子博士，哪种子弹能打败小黑子博士呢？火球子弹。火球梅姨猫失败，卷心菜子弹。卷心菜梅姨猫失败，包子子弹。包子梅姨猫失败，西瓜子弹。西瓜梅姨猫失败，黄油子弹。黄油梅姨猫失败，坤坤篮球。篮球梅姨猫不敌小黑子，巨型玉米粒。巨型玉米粒也失败了，玉米大炮。大炮梅姨猫击败小黑子博士，急速豌豆子弹。极速梅姨猫失败，毁灭星星。毁灭梅姨猫挑战成功，魅惑包子。魅惑梅姨猫魅惑了小黑子博士。